好啦，嚟到星期四嚇，11月26日嘅港股開市 talk 嘅，嗱預告一下啦，等陣10點咧繼續啊會有阿 Jim 啊，方德 Jim 上嚟啦，今日就再加埋嚇另外嘅嘉賓就係摩根大通嘅 Sedgwick 咧會上嚟講下啲輪證市場咧嚇嗰個情況嘅，仲有就係咧上個禮拜嚇首播咗嘅多元資產 talk， 咁啊嗱10:09咧就會係第二集嘅今日。留意啦，今日會講加拿大海外樓市的投資重點嘅嚇，咁啊記得咧就訂閱我哋咧呢一個 Invest Talk 嘅 YouTube 頻道啦嚇，同埋即係留意一下啦呢個即係牛熊雙倍賞啊，就賺1500就送多1500俾你嚇，詳情可以看看這個 QR code 啦嚇。好啦，嗱，琴晚咧個道指咧從30000點嘅高位就回翻少少出嚟啦，就唔係嘔得多嘅，就嘔翻100多點啫。咁啊，相反咧，琴日咧就輪到納指咧就好翻少少嚇。咁啊，升咗咧0.5% 嘅，咁啊收市咧就係上翻12000點嘅樓上。但要留意咧就係呢一個美金啊，美金咧好弱下，咁咧就跌穿咗92嘅大關啦。咁但係美金咁弱，咁啲金價咧都冇升喎，險守1800美金，冇咩大嘅方向。睇啲資產價格上面，係 Bitcoin 非常強啦嚇，上到19000美金啊，直逼咧佢嗰個歷史高位嚇。咁啊嗱，琴日個股可以睇一睇咧，就係 Tesla 啦嚇，琴日就 Tesla 升成3.幾%，再咧創咗收市嘅紀錄嘅。咁啊，市值咧而家係超過咧5300億嚇，琴日咧升咗3%啊，升咗10多蚊啊，即係電動車咧，琴日就佢搶曬鏡啦，因為啲中概股咧就冇乜影嘅。雖然咧佢最近咧有單嘢就係話咧，美國就召回9000多架 Model X 同埋400架嘅 Model Y， 咁就傳聞咧話咧 Model X 咧被黑客破解。咁但係咧就無阻咧呢個 Tesla 個股價咧繼續係抽升嘅，升成3%。好啦，我哋望一望咧今朝早咧嗰個恆指而家最新嘅情況啦，外滯到一個點啊，微跌緊4點啫喎，26668點嚇，而家跌1點添，完全冇方向。琴日咧就靠只匯控頂住啦，今朝匯控都冇影，咁啊相反啦嗱。就變翻咧，係似係新舊經濟，亦都係繼續互相交替啦。琴日就靠舊經濟，靠乜鬼啊？咪靠只匯豐啫嘛。咁今日咧，匯豐唔喐咧，就去翻啲新經濟度啦。咁所以琴日啲舊經濟哇，好似好恐慌、好驚，但係其實咧都唔係話太差嘅啫。其實即係好多隻咧都仲喺個 range 裏邊嘅嗱。我哋數一數啦，騰訊咁啊，今朝早咧就升翻4.5%，但係當然個升幅咧就即係一般般啦嚇。1%都冇，美團咧話終於升翻2%，上翻300蚊。琴日係冇驚喎，跌穿300蚊。嗱，阿里巴巴咧係升咗咧1.6%嘅，第四隻嚇 ATMX 咧喺頭四大啦。小米嚇業績公布之後咧，琴日又比較大啲沽壓，業績公布之前破頂，琴日回翻，今日又升翻咧2.7%嘅。咁要留意咧，今晚咧就係美國感恩節假期休市啦，星期五咧就得半日市，咁所以咧可能咧。今日的港股真的沒什麼方向，可能是借著納指彈一點點，在科技股就炒高一點，但也不會躲得去哪裡。
平保咧係靠穩啦。至於琴日咧，去到半年高位嘅匯控咧，回翻六毫半啦。咁啊，另外只京東，嗱京東咧就同埋只阿里巴巴啦嚇，另外就只網易咧，呢啲所謂 SW 股咧，本嚟就以為係入到北水嘅範圍噶嘛，點不知就大家落空啦呢、這個願望。咁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咁老老實實，你如果係一個內地嘅朋友，你要買京東、買阿里巴巴或者買網易，咁不如直接買美股啦。你可以買 ADS 噶嘛，咁或者經一啲渠道買 ADS 啊，就唔喺內地直接買啦。咁其實啲中概股其實都炒得好強嚇。呢幾隻嘅中概股咧，反而咧係個交投都比唔起啲蔚來啊，或者啲琴晚咧啲中概股啲中小隻嗰啲中概股咧個升幅更加顯著。咁所以咧，即係 SW 股入唔到北水咧，我覺得唔係有太大嘅失望咯。B 股入咗，琴日啲 B 股都冇乜嘢啊。嗱，咁啊，今日只京東咧係回嘅。咁啊，嗱，明明科技股指數升得幾好啦，佢又分拆呢個健康上市咯喎，嚇、啊、佢真係～都不升喎。另外隻比亞迪咧係偏軟嚇，又再跌翻1%。汽車股咧都係從高位咧有啲沽壓啦。吉利跌咗1%，友邦咧係偏軟，阿里健康咧業績公布之後 OK 喎，升成4%嘅。中國移動咧係偏軟嚇，藥明生物即係佢唔知道到75蚊有冇支持，但係咧就係、是、都係呢排都係相當之疲弱嘅。恒指而家升多咗少少嚇，升20多點。咁至於咧科技股指數咧係跑贏嘅，嗱而家恒指升0.1% 啦，科技股指數咧係升咗超過1%嘅。咁啊，至於就呢個內地指數方面咧，亦都冇得太大方向啦。呢、這個上證指數跌咗2點嚇，就滬深300指數咧都係跌咗2點嘅。嗱，至於咧股份方面咧嚇，你哋可以留低你哋嘅問題啦嚇，稍後咧阿 Jim 咧就會解答嘅，係留翻俾佢講，我都冇乜氣講啊。咁咧仲有就係琴日咧，如果喺我哋嘅留言區咧，已經有啲朋友好醒啦，而家知道我哋攏嘢啊，就識得喺個留言區嗰度咧優先就留低你哋嘅問題，一間咧都係當然咧係會優先解答啦。係我係咪好忙？其實咧就好多卡士嘅，不過咧就唔使跑嚟跑去嘅，因為咧都是那個位置而已，我們這些好像魔術一樣，是的。那記得留下你們的問題，如果有事問 Jim 啊，或者你們論證有什麼問題，有些 number 什麼想問呢，可以留下你們的問題，還有稍後呢陣間都是會有呢講下加拿大樓市的，記得訂閱。我們現在有8000多個訂閱，可不可以今個星期衝破上到10000呢？幫我訂閱一下啦， share 一下啦，好不好？這個時間呢我想講一下呢就是这个京东健康啊，在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刚才我就所谓这个留言区，这个优先留言区。好了，另外呢就是这个京东健康这张今日 PPT， 今日 PPT 呢，这个就是京东健康，它呢是做些什么的呢？咁佢嗰個招股書度都好清楚啦。咁佢其實咧製造兩大業務，第一就係零售藥房。咁佢咧喺個招股書上面就話咧，以收入計，佢哋零售藥房嘅業務係在線零售業務，即係網上嘅在線藥房。佢哋咧係中國最大嘅。咁而佢哋咧個優勢係啲乜嘢咧？就係、是、個物流上邊咧嗰個配送啊。個基礎設施咧係同京東合作嘅，咁梗係啦，佢個仔嚟噶嘛，咁所以咧佢哋個零售藥房咧，其實咧佢嗰個業務咧係1833+241嘅，佢零售藥房嘅業務咧係非常之大啦。咁我哋應該睇埋嗰個收入，佢而家咧係有超過9000間嘅第三方嘅商家嘅。咁佢其實咧就喺網上邊買藥咁樣啦。另外第二咧就係呢個啦，呢個部分就係線上嘅醫療服務，即係1833，即係佢喺網上邊睇醫生嘅。咁佢哋上半年嘅日均在線問診量咧係有90000次，係比2019年咧係增長咗6倍。咁呢個咧亦都係
現在內地一個很強的一個概念啦。咁喺招股書上面咧，除咗提到呢兩大範嘅業務之外咧，佢都提到呢個 AI 嘅嚇，有所謂用 AI 嘅技術咧，去到提供一啲咧更加完善嘅解決方案啦。雖然我唔知佢講乜，咁但係咧有 AI 個字咧，又好似先進啲咁樣。咁所以佢都算係一個即係新經濟股啦。我仲有啲咩節目係咪？有啊，好多節目噶我。好啦，嗱，呢一個咧就係招股書嘅業務咧，佢嘅介紹啦。咁啊，到底佢嗰個表現又點咧？喺2019年咧，佢係實現咧係過百億人民幣嘅收入嘅。咁去到今年嘅上半年咧，更加係去到88億人民幣嘅收入。我哋咧就比較翻咧呢個241。241咧，佢上半年嘅收入咧係71億，咁即係以收入計咧，京東咧係多過佢10多億。咁但係咁呢一個咧，阿里健康咧已經係實現咗咧由虧轉盈啦。佢上半年咧已經係實現咗2.8億人民幣嘅盈利，但係咧京東咧佢未盈利嘅。佢今年上半年咧更加係有成54億人民幣嘅虧損，但係公司嘅解釋嘅。他說因為有一個公允價值變動，有一個優先股轉換，如果撇除這些我們用經調整盈利，他就是有賺3.7億人民幣。如果用這個計算3.7億人民幣，起碼他有個實現的盈利先，所以就不是很差。至於年活躍用戶有成7000多萬，7000多萬其實是不是很少呢？1億都不夠。好啦，咁至於個日均在線問診量咧，就大概90000次嘅。嗱，呢一個咧就係京東健康咧大概個資料啦。咁佢咧就會喺今日咧就開始係招股嘅。佢就係會喺今日開始招股啦嚇。咁但係咧就好可惜咧，因為最近咧嗰個市場就並唔係炒開呢一啲嘢。咁所以咧就可能個氣氛咧未必會好就，咁我哋睇譬如241業績公布之後咯，我哋望一望241業績公布之後嗰個走勢係點先？係啦，嗱，咁啊升咗4% 嘅，上翻20.6。但是它都還是一個收窄的三角形裏面，即是最近呢其實大家可能也都在個疫情之後，大家對於線上賣藥、線上問診那個需求，或者大家對它的憧憬是降低了，就會不會成為一個即新股熱烈的氣候呢？我覺得即這個京東健康就未必的，但是呢如果即係上抽嘅嚇，可以小注啦嚇，或者唔做孖展咁樣一手就差一手。佢個編號咧係6618嘅嚇，咁啊就京東健康。咁啊嗱，其實咧就同期咧都仲有兩隻嘅物管股咧，而家喺度做緊招股啦嚇，有隻好似華潤分拆出嚟嘅，另外仲有一隻咧就係恒大物業啦。咁我哋就前日都講過，咁所以就即係新股咧都有幾隻嘅，都有名有姓嘅。咁但係咧就似乎市場都唔係話好熱烈。我哋睇物管股咧，其實都過曬氣先上市，真係好可惜。咁呢一個京東健康都係啊，如果早半年喺疫情好嚴重嘅時候上市咧，其實都係唔同嘅玩法。好啦，嗱我哋睇埋咧。咁啊，京東啦，6918，今日都冇乜氣啊，因為在線問診啦，應該要係啦。嗱，咁佢都算而家佢收復翻部分失地啦，今次都跌過嚟噶嘛。咁但係咧又冇乜方向，即係微微呢一陣咧升跌咧都唔係好有趨勢性嚇，冇乜啟示。睇下9888先。9888咧就今日升翻1%啦，但係咧又翻翻去藍色嗰條橫線咧，亦都好大嘅阻力。
咁啊，幾隻大嘅藍籌股，即係啲重磅嘅新經濟股唔喐咧，變咗個恆指咧都唔係話有太大嘅焦點。因為騰訊即係只係升咗4蚊嚇，咁大隻只係升4蚊，1% 都唔夠啦嚇。好啦，嗱，呢、這個我哋亦都好多問題喺度啦。咁啊嗱，阿 Jim 咧都嚟咗噶啦，不如咁，我哋一齊休息一陣。咁咧就睇一睇廣告啦嚇，咁啊同埋咧睇一睇而家嚇最新嘅市況，咁啊就唔好行開嚇，因為今日咧都好多個節目會提供俾大家嘅，稍後翻嚟再同大家見面啦。投资牛熊涡轮唔使咁风险嘅，依家用华富牛熊一个 app 就可以睇实个市同即时 trade。华富牛熊系专为牛熊涡轮而设嘅交易平台，集齐资讯、工具同交易功能。佢仲有全港首创嘅 AI 价格模拟器，只要拣选适合嘅价格波幅同手持日数，就可以极速帮你筛选全港爆升牛熊涡轮。它的交易界面特別設有預設金額功能，只要預先儲存指定金額，就可以即時計到你需要買的股數，不用再用計數機慢慢計算了。華富牛熊還有齊即時牛熊渦輪數據，掌握開市動向話咁易啦！只要識揀投資渦輪牛熊都可以又快又簡單。现在登录华富牛熊 App， 还有和 Direct Sport 联成的全港最强迎新优惠，首次交易牛熊涡轮赚几多送几多，好像我这只恒指牛现在赚紧1000，还即时攞多1000，你还等什么？
好，各位早晨，繼續我們港股開市 talk 的時間，今天星期四啦，就照計繼續有阿 Jim 在這裡，今天還有多文摩根大通的朋友，就是 Cedric 在這裡。早晨啊，范考。是啦，你第一次上來喎。我第一次上來啊，第一次和你們兩個合作。那多一點稍後跟我們講回最近的輪證市場啦，因為現在最近的熱點呢，就是剛剛今天星期出的那個恆指，那些輪，是不是恆指科技股指數那些輪。咁到底反映緊啲乜嘢？因為一出咧，好多時候都係咁嘅，唔知道你有冇覺得係一出嗰啲輪證咧，咁嗰個指數咧，或者嗰只證股咧就會跌嘅。有好幾次都係咁嘅，我覺得。咁啊嗱，呢排啲科技股指數啦，今日就好翻啲啦，就跑翻贏個市啦。但係咧，其實都跌咗兩日嘅。咁可能跟翻外圍嗰個納指嘅情況。咁一間睇下即係。我即刻釐清翻少少先，因為我記得第一日上嘅時候咧，上嘅牛熊證啊，或者特別係牛熊證嗰、那個啊街頭比較活躍一啲啦。大部分嘅資金其實都係買緊牛證。咁投資者買牛證咧，我哋發行商要做嘅咧，就係、即刻去要長倉個期指。或者係買曬一隻證股，咁所以變咗其實見到上咗嗰只輪證或者牛熊之後咧，第一日咧其實輪證嘅產品係帶到俾嗰個期指或者嗰批嘅成分股咧買嗰個買盤嘅動力喺度嘅。哦，所以依家咧嗱，所以我哋呢啲咪誤解咯，所以揾阿 Cedric 咧就再幫我哋咧分翻開咧嚇，即係一啲係真實嘅情況，定係一啲咧市場嘅誤解啦。好啦，我哋咧就呢個時間。如果想問阿 Jim 或者阿 Cedric 問題可以在你的留言區留下你的問題，稍後就會請兩位嘉賓就答大家的問題。好了，我們就看回市先。科技股指數當然今天就是跑贏回個恆指，但是都縮了一點點，現在升 1% 就不夠的。恆指方面呢，哇，很呆滯，只是升幾點而已。問回 Jim， 昨晚的道指呢就從前晚的30,000點就褪翻100多點啦，其實唔係話回好多嘅。咁你點睇咧嚇？而家即係個港股咧，嗱，今個星期又結算啦，又聽日都星期五啦，今晚又冇美股啦。咁係咪都係呢兩日都係冇乜太大嘅方向咧？我覺得冇乜太特別嘅方向，但係個主要個動力咧都係嚟自翻第一啦，就係話個疫苗有好消息啦。咁傳統嗰啲嘅公司可能都唔係話太大嘅沽售壓力嘅，甚至你見一路都會有啲買盤嘅。就算而家你話香港啊，即係疫情可能嚴重咗啦，咁但係譬如你睇翻一啲譬如 AIA 啊依啲咁嘅股票，其實佢個表現都唔差嘅，因為大家同景翻就係未來響特別，我覺得係 Oxford 嗰個疫苗啊，即係佢講緊係個運送係唔使係-70度嘅情況底下運送，一般雪櫃都運到噶啦。咁其實好多情況咧，同埋$15一支啊嘛。咁變咗係即係你嚟緊第二季咧，係幾大機會係有機會係發達國家啦，開始有得用啦。咁依個就會即係股票始終都係行先實體經濟，咁就會係對依啲即係傳統嘅公司可能會更加有利。咁另外就係、你話 Nasdaq 嗰度，我覺得琴晚咧係好大機會係聯儲局嗰邊啊，係想更改嗰個買債嗰個嘅level， 咁係有機會加大。咁依樣嘢係對於即係。一啲好多科技股都有時係冇盈利㗎啦，咁我哋都係講翻係幾多嘅未來嘅 discount， 咁依啲又對依種嘅股票好大嘅幫助，咁所以科技股咧亦都有幾大嘅支持咯。咁你睇翻今日嘅大盤一啲嘅科技股咧，所以都係唔錯嘅，即係 overall 都係升翻即係1-2% 咁樣。所以啲科技股咧，譬如騰訊啊、阿里巴巴升翻咧，就頂一頂個恆指啦。但係琴日急升嘅匯控啦，今日就回翻，咁所以咧就個恆指咧就唔係幾喐嘅。咁所以咧有位朋友咧，阿 Ray 就問而家香港股市應該點樣睇嘅？咁我咧嗱，如果從呢、這個問翻 Cedric 啦，如果從呢一個咧恆指個投資者嘅部署上面咧，嗱、個恆指真係好悶啊，咁。其實而家投資者做緊啲乜嘢咧？會唔會話佢哋儲緊啲好倉啊？定係其實乜都唔做，連買賣都兩閒咧？我相信咧，如果恆指悶咧，其實近期都歸根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啦，成個恆指嘅成分股板塊、新經濟股、科技股啦，或者係傳統經濟股咧，輪流都有個消息去推動，咁所以變咗一上一落之下咧，恆指又變得。一個好換局橫行嘅情況喺度啦。頭先阿 Jim 提過啦，喺疫苗嗰個進展比較係多啲啦。咁疫苗無論係見到係外圍啊、美國股市或者本港股市，疫苗嘅消息出嚟嘅時候咧，一啲傳統嘅銀行股即刻有個發力，本港匯控發力啦，或者係隔晚每次呢兩三次唔同公司出嚟嘅疫苗出咗之後咧。
美資的銀行股，那個股價其實反彈得很快，因為它反映就是說銀行股它們本身因為經濟差，可能它要撥備一些壞帳，那個情況有所改善等等，那令到一些傳統股支持翻嗰個走勢，咁啊同一時間啲人就擔心科技股係咪炒過龍咧？翻翻我哋 so called 正常生活嘅時候，啲科技股係咪唔會有咁大嘅盈利預測咧？咁所以一上一落之下有咁嘅情況出現喺度。咁我哋翻去論證嗰度睇嘅時候咧，恆指牛熊證方面咧，嗰個炒上落嗰個格局係好明顯嘅。雖然整體牛熊比例牛證，大家睇圖嘅時候會佔得比較多啲，大概有六成左右，但係好大部分嘅倉位咧，講緊係好遠嘅牛證。25,000樓下，甚至24,000樓下，揸咗好耐嘅投資者都有喺度。但如果上落睇緊好近嘅上下1000點嘅時候咧，其實紅證佔嘅比重係大好多。紅證大概有成接近六成半到七成左右，27,100啊，到27,300點啦，都係好集中部署恆指紅證嘅區域嚟㗎。嗯，係喎、哦，咁啊，係咪即反映啲投資者咧都係估喂個市唔喐就即係有可能係佢唔喐就？部署緊多啲嘅淡倉咧，係咪？即係你會唔會都係睇淡多啲咧？我咧就老實講，我覺得即係基本上我而家自己嗰個倉位都係即係將個大市係做咗一啲嘅對沖嘅嚇。咁、對沖咗嘅，即係點啊？沽咗貨？沽可能係買一啲嘅即係譬如7500啊咁樣樣嘅係即係逆向 ETF。咁從中咧，我覺得個大市未必即刻會有好大回調或者乜嘢嘢，咁但係裡面亦都有好多機會，我就會買一啲即係我講一啲 alpha 啦。咁我就會見到譬如個業績。嘅話，你睇翻241呢啲係唔錯嘅，即係科技股係，即係我哋今次疫情咧幫咗佢好多。咁但係有一啲係結構性係幫助咗嘅，譬如係即係依啲醫藥嘅platform 啦。咁嚟緊，譬如京東，我哋亦都有機會係參與咁樣樣啦。係。咁另外就之前我哋一路都講嘅新能源嘅板塊啦。咁亦都因為即係之前今個禮拜習主席亦都講咗，就係話我哋要希望即係雖然佢話2060年啊，碳中和2030年就唔會碳增加咁樣，咁其實你計翻條數咧，講緊係太陽能要依幾十年咧要增加20多倍嘅，風能係講緊係10多倍，咁其實依一個嘅需求拉動咧已經係好勁嘅。咁第三個我諗就係睇翻就係嚟緊下一年就係個 5G 嘅一個大年啦，即係我哋成日講 5G， 咁但係其實今年就係棘住咗一啲嘅嚇，即係我哋啲。疫情大家亦都好難話即係做好多 5G 嘅嘢。但係你出年慢慢，第一就係大家習慣咗係有疫情㗎啦。咁我哋都要做嘅嘢都要繼續做啦。咁所以其實你計翻個半導體市場，其實有一個翻天覆地變化嘅。嗰啲嘅 IC 嘅價格係升咗20-30%。咁一啲嘅依類公司啦，即係可能係我哋講緊譬如52啊，或者係即係華虹半導體呢啲1347，其實佢哋係好受惠嘅。即係依類嘅公司，我覺得係可以去大家係留意多啲嘅。係，不過咧就而家可能暫時都大家建緊倉啦或者就未出手嘅時間，所以呢啲股咧就暫時都唔係好喐嘅。但我哋咧睇翻咧，如果資金流向，問翻 Cedric 啊，嗱，如果我哋咧睇個 app 嘅話咧，就而家五大資金流入咧就係、分別係騰訊嘅好倉啦、美團嘅好倉啦、阿里嘅好倉啦，同匯控嘅淡倉，仲有小米嘅好倉啦。咁我哋譬如話特別係講下只騰訊嘅好倉，佢加咗喎。咁同埋咧係以認購淨為主啦。咁呢一個咧係咪反映緊其實雖然騰訊而家今日嘅股價咧都係即係呆滯之中，咁但係大家係對佢嘅前景嚟緊係應該係樂觀啲咧？始終投資者去部署的時候咧，佢對住科技股咧都有比較多的未來的願景喺度。咁所以變咗喺即使大市回落的時候咧，我哋見到嚟科技股以至恆生科技指數咧，佢哋比起恆指炒區間嗰個方式咧，唔係有幾大的不同，都是以一個趨勢部署為主。騰訊一回的時候咧，累積的淡倉繼續持有嘅比較多少少，主要係比較大權重股，例如是早前科技股有個比較大的回調下來的時候，其實反而投資者又覺得不如我們趁現在去買回騰訊或者阿里巴巴等等的渦輪去部署，是比較多的情況。但是如果揀渦輪方面，就有一點可以留意，就是因為始終近期科技股的上落幅度很大下，所以變成揀的條款投資又未必需要去，亦都不建議去揀死一個的行使價。例如早前在高位落下來
投資嘅簡易行勢價可能都幾軟下。嗯。咁落咗嚟之後咧，嗰類嘅行勢價投資者想博反彈嘅時候咧，可能變咗成兩三成價外噶啦。咁換馬啦。要換翻去近少少、嗯，因為嗰類證咧，如果你如果係即時好短時間睇中邊，咁皆大歡喜啦，大家開心啦，咁、嗯、好快上翻嚟。咁但係如果嗰、那個時機唔係咁準確嘅時候咧，投資者揀啲好價外短期證，嗰、那個持倉成本時間嘅損耗咧，係會比較多少少嘅。咁所以投資要隨住嗰、那個股價或者係指數水平咧，要褪翻嗰個行使價選擇，大概就翻5-10% 三個月以上到期咧、嗯，就會比較係穩陣少少嘅。係啊 ，Jim 咧，你覺得騰訊短期嗰啲走勢會點咧？嗯，我覺得騰訊因為佢如果我睇翻個遊戲嗰邊咧，嗰、那個銷售量都仍然係好 OK 下嘅。即係我記得係依個禮拜亦都出咗一個數據，係唔錯嘅。咁所以喺度打機，都係繼續打機嘅，真係。咁變咗即係成件事，我覺得騰訊都係穩陣嘅，穩得穩扎仲。咁、嗯、反而如果另外一隻權重啦，美團，咁其實下個禮拜一就出業績㗎啦。係喎，不如炒下業績得唔得咧？我覺得係雖然係今日升咗三個，但係我覺得都抵搏嘅。抵搏我可抵搏嘅，仲要係下個禮拜入埋恆指喎。係啊，所以你幾樣嘢夾埋嘅喎。係喎、咁業績我諗其實業績大家對佢預期唔係話特別好高嘅，即係盈利都預佢跌嘅啦，即係同比啊。咁而個銷售量咧，其實都係講緊10%增長，我就覺得唔係太難。唔係喎，佢半年嘅時候個業績好好嘅喎，係半年已經好好啦，所以大家你見啲大行嘅預期，我對佢好多預期啊，我對佢好正喎，我都加咗少少注喎。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喂，咁如果係咁樣又唔係太差喎。但係點解過去幾日會跌得咁衰嘅咧？其實成個科技板塊，其實佢哋講算係咁上，佢唔錯嘅咯。唔錯啦，嗬。係啊，平板係有幫佢。係啊，即係你譬如阿里當然啦，阿里就超跌嘅，突然之間講嗰個乜鬼互聯網限制之後，咁但係你話阿里反彈咧，始終反彈翻唔上唔到去嗰個係即係上升軌道嗰度。嗯。即係而家仲係喺個上升軌道個即係 kick 住咗喺度啦。咁但係美團其實而家已經係即係你見佢企得好穩嘅、嗯，即係喺嗰個係即係45度角咁樣嘅真係。係咁變咗美團你加埋下個禮拜業績啦，同埋你話入依、這個即係指數啦，咁、嗯、其實係有幾大嘅推動力喺度。係，所以就反而美團咧做個直播空間都 OK。短期會多好多 catalyst 咯。好明白啦。嗱，呢個業績咧。我又想問埋只小米嘅，因為咧嗱，這個星期就小米就公布業績啦，之前就破頂啦，咁但係之後咧又回翻嘅，今日咧就好淡增節，我又想問翻咧嗱，我哋炒業績嘅時候咧，問翻 Cedric 啦，其實咧嗰啲投資者會唔會真係趁嗰啲業績公布之前咧，好似小米咁，會唔會部署定一啲輪證嚟到捕捉佢嗰、那個因為業績帶嚟嘅波動咧？其實今次的情況都挺明顯，因為小米業績之前的股價是很強勢的，咁係講緊佢可能在手機上面有機會去提高佢嗰、那個銷售量啦，或者是比較高端少少嘅手機啦。咁、嗯、所以變咗喺業績之前咧，其實嗰、那個市場可能會覺得在業績之前的升勢是否反映了不少個業績利好因素，因為今次出來的業績其實不少券商的報告出來的個評價都挺好的，是的，但是正正業績之後就算個業績很好，但是股價就都挺波動的、嗯、因為始終可能之前的個走勢都比較強。我們在輪場那裡見到其實今次投資似乎部署業績就非常純熟了，它特別在股價升的時候入市這個小米淡倉的資金業績之前就比較比豪倉多很多，咁業績過咗之後，真係回落落嚟嘅時候咧，就即刻噴翻出嚟啦錢，咁所以變咗哇好叻喎，我諗都有好有經驗噶啦，同埋今次去睇嘅時候，始終小米個股價真係走勢好強，咁大家再去等個業績出嚟，可能覺得個直播率唔係好大，真係要好靚嘅業績先至進一步有個推動力喺度，咁所以有投資者我覺得我不如趁勢做一個反手嘅部署。哦，係啊，我嗰日咧差啲想博只小米，即係小米業績之前咧，我爭啲用你哋嗰個千五博千五嗰個咧，爭啲想入只小米嘅 call 啊！哎呀，你應該試一試啦。好彩冇入到，入咗係大件事。佢升咗先嘅，升咗先，即刻射咗先。佢隔夜公布業績之後，第二朝就低位了所以咧，呢、這個都係
即係輪咧，就有啲人玩得好成熟嘅話咧，就會更加捕捉到咧嗰個節奏喺邊度啦。好啦，嗱呢個小米啦、騰訊啦、美團啦，都係咧科技指數嘅重磅股啦，都佔差唔多成8% 嘅。好啦，我又問翻 Cedric 啦，其實咧即係發行以嚟咧，即係個科指啊，嗰個牛熊證嘅街貨分布嚟睇咧，又即係有冇啲咩啟示咧？對於嗰、那個即係幾大嘅科技股個證股嚟講，暫時咧就兩三日啦，咁所以累積個倉位唔係話真係太過大，但係其實睇個期指本身咧，都慢慢有個發展緊，因為第一日我記得每日成日嗰個交投量講緊都係700-800張，第二三日好啲，特別第三日琴日嘅時候咧就過咗1000-2000張嘅交易張數，咁所以喺牛熊證個街貨累積出嚟嘅倉位咧都未至於好明顯嘅，頭一兩日咧牛證是多很多的，所以好像飯後個節目一開頭咁樣講啦，我哋其實一上咗第一日的時候咧，擺喺7600點附近收回價的恆方牛證咧，個倉位就比較大，咁所以無論是發行商點樣對沖都好啦，咁其實值嗰、那個始終佢到收市的時候咧，都是集中在嗰、那個要長倉期指為主。咁所以變咗呢方面咧，其實輪證上場之後頭一兩日咧，係帶嚟咗一個買盤嘅動力，支持咗科技股埋呢個期指嘅。咁喺純粹喺琴日開始咧，禮拜三嘅時候咧，就比較多資金部署緊淡倉落去。咁嗰度喺其實嗰批淡倉就好進取下噶啦，講緊8200點附近嘅收回價咧，有超過100張嘅期指張數喺度。咁呢度嘅個睇幅圖咧，就直接反映緊，如果投資者在呢個位置買114張嘅相等嘅紅證嘅時候咧，相關發行商就要沽翻114張期指，咁呢個就好直接嘅一個買賣盤嘅動力喺度噶啦。咁雖然係咁樣啦，但係我哋去睇投資揀嘅科技指數嘅牛熊證嘅時候咧，好頭先所講同恆指係好唔同，恆指好集中炒區間，咁但係似乎喺恆科方面咧，投資都係比較傾向咧去持有好倉。再是持一段時間方面為主，比較長線啲啊，反而比較長線，始終有個憧憬喺度，但係佢未必好驚持貨啦，因為始終科技股一反彈嘅時候個幅度會比較大，咁但係當然咁樣策略去睇嘅時候咧，揀收回價就要留神一啲啦，揀太貼嘅時候咧，就算嗰只科技股嗰、那個中線走勢點樣都好啦，投資者守唔住嗰個收回價位嘅時候咧，咁亦都唔。個反彈幅度咧，亦都上享受唔到啦。即係應該遠少少嘅收回價。如果投資諗住係持有一段比較長時間嘅時候咧，始終你揀啲遠啲嘅牛證會係比較好啲嘅。呢度可以帶一帶落去講翻渦輪，因為本身例如恆指嚟講咧，渦輪其實相對都有陣時比較熊證加回弱一啲嘅。咁但係暫時咧，見到渦輪嗰個交投比較細一啲。咁其實呢個都結構性問題嚟嘅，因為我哋發行渦輪嘅時候咧，最短就要6個月。一個比較長身啲嘅渦輪咧，個供幹唔係話咁高，咁所以呢一刻大家見到嘅恆科嘅渦輪咧，無論個行使價係咩水平都好，都係講緊大概3倍到4倍，但係牛熊證嘅供幹咧，往往有10倍以上。咁我哋相信咧，未來呢1到3個月咧，渦輪嗰個交投唔係話咁活躍，可能等到出年大概2月嘅時候咧，相關嘅渦輪個供幹未到期住，未到期住，因為而家嗰啲發行嘅渦輪喺講緊出年5、6月嘅時候先至到期。咁所以比較遠一啲，咁出年1、2月嘅時候咧，咁嗰批渦輪咧個供幹就好差好多，就翻翻去10倍以上啦。所以我哋會覺得嚟緊呢2個月咧，投資都係睇翻牛熊證嘅。咁但係出年2月開始咧，1、2月開始咧，應該渦輪個交投就活躍好多，因為翻返去頭先所講就係話，如果想持有一段時間嘅話咧，渦輪嘅防守性始終比牛熊證咧係高好多。明白，好，這個呢就即係呢個恆指科技指數呢嗰、那個牛熊證同渦輪呢而家暫時有少少嘅分別喺度嘅。好啦，講到呢個科技股指數呢，其中一隻成分股就2411啦，就頭先就略為講少少嘅。咁問返阿 Jim 啦，個業績你覺得滿唔滿意呢？業績我覺得都係唔係好幾唔錯下㗎喎，因為你見到係根本上係呢個係疫情過後啦，因為內地其實響係3月底之後，其實個疫情已經基本都 OK 㗎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依個業績係3月至9月底咧，個同比都仍然增長50%咧，仲要係銷售主要嘅增長來源咧，都係個交易中啦嗰度啦。咁變咗其實你見翻就係話，原來疫情之後咧嗰、那個銷售量咧係冇減慢到嘅。第一，第二咧就係話即係而家個我哋講緊依一隻股票咧，其實最強勁嘅增長咧。
都未嚟，最嚟係咩咧？就係、是、處方藥。哦、如果是真的開放處方藥的銷售的話，其實是會令到它的銷售額那個增長很多，因為現在很多是即是譬如、膽固醇藥、啊、這些東西，其實就不可以在 online 買的，是、啊、要醫生處方嘛，這個政策其實現在就是在說陸續開放了、所以 that's why 其實這些股票現在我們很多時候去 value 它啦，都用即係 price to GMV 啦，即係佢個我哋啲皮特股票用 PS 啦，咁依個我哋就同個交易總額比較，咁佢而家就係 trade 緊即係2.2倍咁樣樣嘅，咁算係平定。咁如果對比翻外國嗰啲嘅 Teladoc 依啲咁嘅公司咧，其實就唔係話非常十分貴，即係嗰啲可能係2-3依度 range 出嚟好正常嘅，個增長亦都冇咁多。即係 fair value 嚟㗎。係啦係啦，咁佢講緊50%嘅增長啦，咁我哋即係上緊市嗰間京東健康係講緊係70%嘅增長添，即係佢就更高。咁、但係當然啦，佢個 P to GMV 就係講緊2.5咁樣樣啦。咁 which 其實兩個我覺得都係 fair 嘅，同埋係有空間去提升嘅。係，所以回答咗 Mandy 嘅問題咧，就24嘅業績咧係即係符合預期啦，符合你嘅預期啦。但係你而家嚟緊咧就等緊個政策。幾時會作出個微調？但係嗰個政策咧，琴日啲骨科嗰啲真係好驚。我嗰個就應該長遠長久咁樣俾人減價㗎啦。係、那、咯、個，你唔係就係之前係嗰個冠嗰、那個心臟啊嘛，而家就去到骨科嘅醫療器械嘛。喂，你成板嗰啲醫療股咧，其實依個係大嘅政策風險喎、啊。上個月即係韓正啦，即係我哋嘅國家嘅其中一位領導人，亦都開咗研討會嘅，同所有依啲嘅即係叫器械醫療的公司，咁所以其實基本上依一個嘅集體採購的政策，應該是所有依啲醫療的設備都係做㗎啦。咁變咗其實我都會覺得啊，即係你唔知道嗰個政策嗰個影響面有幾廣啊。即係譬如你見到係骨科嗰邊，咁其實有好多啊，即係佢 cut 咗中間嗰個嘅distributor 啦，嗰個中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嗰、那個叫分銷商係啊。咁、那個分銷商其實cut 咗之後咧，其實因為減咗90%價，咁你 cut 咗中分銷商嗰賺50%咧，其實佢自己嗰個出廠價都要減翻20%嘅。係，即係兩邊一齊俾人翻個成本。係啦，咁而家咧就尋日就講嘛，喂，原來咁樣做完之後咧，第二彎又即刻嚟咯。你本來以為喂可能下年先嚟噶嘛，但點知原來就再嚟，咁你再減價就真係入肉噶啦。係啊，所以咧嗱，今日譬如就愛康咁樣，琴日跌咗10%啦嘛，今日再跌咗3.幾%嘅，其實低位咧連12蚊都穿過㗎嚇，而家就做緊12.08蚊啦。好啦，嗱先講到阿里健康啦，咁佢個行家京東健康嚇就編號係6618啦。咁嗰位朋友就問啦 ，KL 就問啦，京東健康定係藍月亮喎，邊只好啲？如果淨係準你揀一隻，我就一定揀京東健康㗎啦，依位朋友。係咩？因為藍月亮你睇翻佢嗰個即係好多一啲嘅分析報告啦，其實都講睇到就係今年嗰個銷售咧就唔係幾好嘅。咁但係咧嗱，大家都有即係疫情底下都多咗喺屋企啊，咪係咯，都洗多咗衫㗎，係啊，多咗洗粉啊，好奇好離奇嘅成件事，係啦。咁變咗其實我覺得咧，佢個即係產品係強嘅，大家都明啦，即係依樣嘢。咁但係亦都唔係冇競爭對手㗎，即係國內好多依啲咁樣嘅，好分散嘅市場，好分散㗎。同埋而家國內嘅人咧，好多都係網購啦，或者係海外買一啲嘅產品翻嚟，包括就係依啲嘅日常家居用品。咁會唔會係依一 part 受影響咧？我就覺得唔排除啊，變咗其實佢就有啲拿臨上市嘅感覺啊。咁我就唔係太歡喜依啲公司啦，即係亦都 valuation 好高啦，即係跟翻普通零售公司講緊啲幾廿倍嘅。但係譬如你話京東健康就好正路嘅，即係你頭先講翻 price to GMV 2.5倍到，咁依個係增長講緊70%，佢講緊全年可能都係 keep 住依個增長水平嘅。咁如果即係你搏中咗佢真係嗰、那個獨家藥 proprietary drug 可以係開始翻賣話咧，其實可能再有一個高速增長期會再發生添。好，咁呢個咧就即係情願揀只京東健康嚇。京東健康一手先得3000多元，仲值唔值得抽？咁你咪抽幾手咯？抽多啲咯，做阿媽剪咁樣睇下可唔可以趁冇人抽，可以中多幾手啦嚇。好啦，嗱，好問翻阿 Cedric 啦，咁啊，今日啊，我哋見到倫靖市場有冇啲咩特別嘅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有冇話啲咩個股係呢兩日係大家比較留意？因為嗱，學阿Jim 話齋，下個禮拜我哋等緊美團業績啦。但其實咧，今日就冇乜業績噶咯喎，今晚又冇美股，會唔會呢兩日都會靜啲咧？
今日整體恆指又真係好靜㗎啦，咁所以變咗牛熊證今日見到我哋加倉咧，就唔係話真係太過明顯。咁暫時咧見到喺比較大嘅倉位嗰方面啦，熊證就27,300為主啦，牛證今日就加得都幾分散下，26,000-26,400點啦，每個位都有平均嘅倉位增加，唔係話一個好大嘅啟示去見到。咁反而你話落翻去正股方面啦，其實就今日始終未帶動個市嘅話，見到有美團啦，嗰、那個表現比較係理想一啲啦。咁美團我哋見到有資金去吸納緊嘅，牛。呢、這個 call 輪佔個比例稍微多少少啦，咁大概60%左右啦。咁但係始終因為嗰個升勢比較急，其實唔排除可能到收市嘅時候咧，可能見到淡倉嗰、那個比例都唔少嘅。咁除此以外咧，咁其實今日嗰個焦點嗰、那個恆指科技指數咧，其實陸陸續續嗰個交投慢慢上升緊，因為呢個我哋開例如嗰、那個穩靜緩緩弱，好關乎正股嗰、那個買賣差價等等。咁所以變咗個期指慢慢嗰個成交增加，嗰、那個期指本身買賣差，因為第一日嘅時候我哋見到相差成20點㗎，買盤同賣盤嗰邊。咁過去呢兩三日慢慢收窄咗啦，咁可能見到幾點嘅情況出現喺度。咁所以變咗喺穩靜方面嚟講咧，那個開價亦都會比較理想同順暢一啲。咁呢方面亦都係提高到嗰、那個活躍量喺度㗎。係，有冇啲科技指數嘅牛熊證啦？而家睇牛熊證多啲嘅嗬。咁有冇啲科技指數嘅牛熊證可以俾我哋參考一下？如果我哋睇科技指數牛熊證嘅時候咧，咁始終我哋要睇翻近，如果好短線部署嘅時候，睇翻啲技術嘅支持位或者係阻力位去部署啦。咁我哋見到喺大概早前恆生科技指數喺國嗰個疫苗出嚟嘅時候咧，一度最低咁大概落到7,400左右附近啦，10月中11日附近嘅時候，咁如果落到去嗰個位嘅時候咧，咁可以參考翻大概喺7,400點附近收回價嘅熊證作為參考啦。咁如果我哋去睇嗰、那個產品嘅時候咧，喺7,400點附近嘅時候，有隻就5895啦。咁目前嗰個槓桿大概有9.5倍到去10倍左右，7,400點。咁可以用嗰個水平作為一個短線參考，因為始終幾次疫苗一出嘅時候咧，嗰、那個港股嘅科技股有個調整，咁幾下都係落到大概7,400點附近嗰度有一個支持。咁反而喺呢個淡倉方面咧，而家主要倉位就8,200。咁個人覺得真係幾貼下嘅，因為以恆指科技指數嘅波幅性咧，好容易去到嗰個水平。咁最高位嘅時候，早前講緊去到大概係8,500+點。咁如果保守少少嘅，用翻8,600點嘅收回價去睇，例如5,769。咁呢只證咧個槓桿就保守少少，喺10倍留下就可以防守性高啲啦。進取少少嘅，可以攞翻嗰日嗰個裂口回落嘅時候嗰、那個裂口高位，裂口高位大概8,400左右。咁例如5,764咧，亦都係一隻可以睇嘅熊證。咁嗰個熊證個收回價咧，8,400點，槓桿目前大概有13.4倍，就比較進取啲嘅一隻嚟㗎。幾隻都幾好喎，佢會喐啊嘛，即係好過恆指而家喂，即係升幾點嘅，即係悶到。係啊，所以科技股今日例如你阿里健康帶動之下，咁有個波動性喺度咯。恆指就新舊科技、新舊嘅經濟股不斷咁樣去上下彌補，就令到局面比較悶一啲啦。係咧，嗱，講到舊經濟股咧，阿 Johnson 喺我哋嗰度優先留言區嗰度咧，就想問 Jim 嘅，佢就話咧，喂，有啲咩舊經濟股可以鬧底咧？譬如話2018或者2628，喂，佢當2018都係舊經濟股喎，我覺得幾好喎、啊，佢真係好鬼舊下。Johnson， 你即係睇得啱啊，2018係舊經濟嚟嘅。係咯，嗱呢兩隻可唔可以留底咧？真係好鬼低下喎、啊，而家。我覺得其實如果你揀2018，其實係啱嗰個 theme， 但係嗰間公司唔啱啊。嗰間公司唔得係嘛？係啦，即係你係買要買咧，係買緊即係話我榮耀嗰邊咧。我而家重新落 order 啦，因為而家已經有好多消息咧，就係嗰邊賣咗俾係即係深圳一間國企領頭嘅公司啦。咁就離開咗華為呢個集團。咁所以咧，其實有好多嘅即係手機零部件開始重新採購啦，因為佢可能部署緊啊，即係第一季就會重新可以響翻歐洲邊賣。係啊，即係榮耀係其中一個，即係包括瑞星嘅客嚟嘅。係啊，係啊，即係榮耀係做一啲係比較即係低端少少嘅手機，係啊，即係可能1,000-2,000蚊。小米嘅對手。係啊，其實小米對手嚟㗎。咁所以其實如果佢真係成功嘅話咧，
其實對小米都有啲影響㗎，即係歐洲嗰邊。咁、anyway 就係佢開始有機會搶購嘅話咧，咁變咗即係成個產業鏈就唔同講法啦。咁可能係譬如係2382啊，或者即係細啲嘅，我哋講緊係即係優泰啊依啲嘅公司嘅，咁佢哋嗰個即係個鏡頭都有機會係銷售會增加啦。咁2018會有啲受惠。咁但係其實好多依類華為系公司咧，其實而家就未必係用好多啲瑞星嘅，就主要用翻就 A 股嗰兩間對競爭對手為主嘅，係、咁所以其實如果你係揀依個手機咧，其實可能就係頭先嗰兩間係做鏡頭比較好啦。係揀鏡頭就冇揀星河。係啦係啦，咁因為星河揀咗 A 股嗰間。係咯，其實香港都太少選擇啊。係啊。咁會唔會2628直鬧啲咧？2628我覺得都你可以諗諗依個即係短炒嘅咯，即係因為點解咁講咧？就係話我哋2628始終個 A 股嗰個嘅即係個關係太強啦，即係你話基本面其實已經好咗好多噶啦，係、啦，咁你依方面你唔需要點諗噶啦，咁但係 A 股嘅話，我覺得短期有機會會強嘅、因為你睇翻啲資金啊，或者即係依家基金嗰個嘅即係個 preference 啊，其實都好中意 A 股，包括外國嘅資金。咁所以我覺得你用依個角度去諗嘅話，其實可以去考慮。哦，明白。好，這個、呢一個就即係記住啦。即係人壽就好似直播過只2018。係要咁比，一定係人壽啦。即係我唔使諗啦。係好嗱3690我哋答咗啦。303蚊有貨，咁而家都啱啱翻翻家鄉係咪啊？睇下先，3690而家係300蚊，仲爭3蚊。就回你的家鄉啦嚇，咁另外咧睇下先，有冇啲人問一下啲論證嘅咧？問下對市場上話將會臨時或者大回調有什麼睇法？如果不方便講，就當我冇講過。點解阿 John 咁神秘嘅？唔係咩？有人講會大回調咩？我覺得唔大回調，我睇唔到暫時即係。即係當然，因為冇聽過，你聽過啊？冇聽過啊？話咩大回調係咪嗰啲咩術數嗰啲嘢嚟㗎？阿 John， 你喺邊度聽翻嚟㗎？應該唔會有你啲，唔會有好多人部署啲淡倉係咪啊？啲紅證嗰啲。我諗始終你話嗱咁樣講啦，喺論證方面個資金流咧，其實係一個好透明嘅數據，咁所以變咗好多投資者咧都望實啊牛熊證個分佈去睇，究竟對大市影響力係咪好大咧？咁好真心講一句，我都希望我哋嗰個影響力係可以咁大。咁但係其實大家睇到咧，例如我做一個例子啦，例如恆指而家未平倉嘅合約有成超過100,000張左右，咁但係你見到其實每一個倉位個恆指嗰個倉位其實講係幾百張到1,000-2,000張。即係唔算好誇張，相對之下其實比較係一個細嘅一個明顯嚟嘅。咁當然啦，都唔排除有時好短暫嘅對沖活動影響到嘅。咁但係係咪可以好明顯咁樣樣即係扭轉住個大市咧？其實好難。特別我哋而家面對嘅情況就係市場個流通性都會比較充足嘅。阿 Jim Porter 都提過啦 ，FOMC 嗰邊佢提及佢點樣樣嚟緊嘅買債或者係呢個貨幣政策嘅策略啦，可能有幾個方案去睇。頭先講過增加買債規模啦。加速個買債速度啦，或者去買啲比較長身啲嘅債券，咁呢幾種其實佢哋都係揣測緊佢哋對市場點樣去拿捏到個預期啊，同埋平衡到可唔可以注有足夠嘅資金去提高個經濟活動。咁幾個方案其實大家都可以喺字面上可以理解到，其實會令到個市場個流通性會比較係充足一啲。係咯，所以都冇聽過大回調咯嚇，唔知呢位朋友邊度聽翻嚟嘅咧？唔好理佢先。我哋睇翻啲其他嘅即係股份啦。嗱，今日咧就比亞迪咧。同埋直吉利汽車都跌成4% 到嘅啦。其實咧，琴晚咧啲中概股都係回啦，啲中概嘅汽車股係得只 Tesla 破頂嘅啫嘛。做咩啫？你笑咩？請食飯，請食飯係咪啊？請食飯啊，係啊！我都有少少 Tesla。恭喜曬！係啊，嗰啲你知唔知？其實神秘啲講咧，我係喺佢拆之前嘅300蚊買嘅。哇！即係啲咧嗰陣時佢就快執笠嗰陣時買嘅。嗰陣時係未開始賺錢，同埋係話佢破產嗰陣時咧，我就買咗少少，即係幾股嘅啫。咁但係咧就即係點講啊？係搏一搏即係唔抵得佢執笠啊！唔怪之呢個直播室啲器材咁先進，係咪啊？即係 Tesla 咧我覺得真係 OK， 但係咧嗱，今日啲中資嘅汽車股咧就麻麻地嘅。咁嗰個原因喺邊咧？係咪因為即係其實之前已經提早反映咗啦？個國策咧，即係李克強講嗰個咧，已經係炒咗輪啦，炒咗一個禮拜噶咯喎，即係咩啲汽車下鄉啊之類嗰啲。
咁新嘅電動車好似就即係升得太過離譜啦，個泡沫即係大家都好擔心。咁係咪呢一輪咧已經係即係暫時過一段落咧？我自己咧就覺得未嘅，即係仲覺得去嘅。啊，有得去嘅，即係你話電動車嘅話，但係如果你係普通嘅即係譬如吉利啊或者長城嗰啲咧，咁其實炒嗰個政策我諗都七七八八噶啦，因為你講緊佢唔會短期內再講一個另外一個政策噶啦，老實講。即係依個政策就實行了幾個月之後再看下點啦咁樣。咁但係你話電動車咧係一個講緊即係佢下一年係我一定要咁，佢一定基本上係要咁樣做噶啦。咁同埋而家亦都講緊咧，就係話即係之前啊習主席啦講依個碳排放嘅目標啦。咁所以其實有個憧憬啦，即係話我哋之後嗰個嘅電動車嘅目標會唔會係更加會提高咧咁樣樣。咁依個喺個市場上面其實係冇乜嘢太大的派先住嘅，係啦，咁變咗我會睇依樣嘢，如果發生咧，其實就對佢哋依一扎公司會好大嘅幫助。譬如你話比亞迪，我哋之前講過啦，即係喺個市場七成嘅電池，其實都係由嗰四五間公司去 supply 嘅。係，咁變咗其實你嚟緊嘅話，都係依四五間係即係獨霸咗成個市場㗎啦。咁歐洲嗰邊其實個即係你話汽車新嘅EV 出產咧，其實亦都冇咩減慢度，反而可能仲加快咗添。咁變咗，我覺得即係你依個回調其實都唔差，即係你比亞迪去翻啲186蚊嘅，亦都係一個可以去即係短期考慮嘅一個 level。係咯，咁所以咧其實今日就跌咗3% 嘅。另外頭先即係吉利咧，都係而家都係仍然偏軟啦。好啦，嗱，我哋問翻啲舊經濟股啊。今日咧只匯控咧。就回翻少少啦，咁但係咧，佢琴日咪上翻42蚊嘅，咁呢個咧可能就問咗 Cedric 先啦。其實咧，如果我哋去到42蚊，就覺得佢有可能再上嘅話，我哋又唔敢買正股啦嚇，因為已經好貴啦嘛。即係相比起由20幾蚊升上嚟嘅時候，咁有冇啲穩正嘅選擇可以係即係安全得嚟，又可以咧係即係唔使買正股咁飯本咧？其實如果你話喺穩正部署嘅時候咧，咁的確係嘅，喺30蚊樓下抽到上42蚊，唔想話套路咁多資金喺度嘅時候咧，可以用翻少部分去落翻只例如匯控嘅認購值，咁所以變咗可能你用你個本身諗住買匯控嘅資金大概5-10% 擺落去嘅時候，咁變咗就可以輕裝上陣啦。其他資金可以買翻一啲新經濟股，又可以咁。如果嘅匯控個反彈動力依然喺度嘅時候，特別係嗰個疫苗嘅進展，令到銀行覺得壞帳撥備嗰個情況可以改善，仲有一段升勢嘅時候咧，咁帶嚟嘅槓桿咧，亦都唔會話有投資嘅擔心會 miss 咗嗰個走勢喺度。咁例如如果部署嘅時候咧，比較活躍同埋唔係話太過格外嘅一批咧，有一隻17708咧，大家可以係啊，我見到佢而家有500幾萬成交喎，我哋即刻今日睇下先。揀呢只原因就係因為第一佢個行使價唔係話太過遠，47蚊左右啦，出年6月底嘅時候先到期。咁所以我哋頭先講過提及過幾次嗰個就係嗰個時間成本，個每日嘅時間值損耗咧就唔會話太多。呢一隻大概每日60點子個時間值成本。咁如果你話揀啲出年2-3月嘅時候到期，個行使價接近50蚊嗰啲咧，每日嗰個持倉成本可能講緊接近2% 噶啦，咁嗰個防守性相對就會比較低一啲啦。咁始終我會比較偏向就係話如果想持有一段時間嘅時候咧，認購證比起牛證咧個防守性始終高少少，特別係你話匯控，你唔好話由20點上嚟啦，你淨係過去嗰一兩日6-7% 上嚟嘅時候，你揀只牛證，你除非揀到好遠。你揀好遠嘅時候，槓桿你又遠遠低過只認購值。你揀得近嘅時候咧，佢一回，咁其實好容易就已經係收回咗㗎啦。同埋喺呢一刻咧，見到匯控個引伸波幅水平咧，我哋去釐定個引伸波幅平貴咧，其中一個參考因素咧，可以睇翻佢個歷史波幅，可能技術性少少啦。咁但係呢度提供少數據就係而家匯控輪長個引伸波幅大概35% 左右。咁過去嗰一兩個月嘅時間，匯控個歷史波幅講係40幾到50幾%。咁所以見其實引伸波幅其實叫做係反映緊我哋預期嚟緊個匯控波動性。咁過其實而家我哋個預期咧，個定價咧遠遠比過去呢幾個禮拜發生嘅匯控股價走勢咧係低得多，係平得多。咁所以呢個角度去睇嘅時候咧，其實匯控嗰個引伸波幅咧，比起歷史波幅咧一啲都唔係貴，甚至其實低一橛添。呢個比較罕有嘅現象。即其實佢有機會擴闊翻嘅喎。都有可能㗎，即特別係近期個走勢咁上落，個反彈幅度咁大，因為
無論是窩輪或者是期權，計及埋一些交易成本等等，引伸波幅一般呢比起歷史波幅是高一截的。是是的，那匯控正正就是這一刻的時候，無論是期權還是窩輪，引伸波幅都是比歷史波幅為之低，所以其實這樣的角度看，那個衍生工具的定價是一點都不貴。咦，那就抵買。喂，你這隻就47元行使價，但是它半年的，那匯控你覺得現在42元？我真的很老實說，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一半半的scenario， 就是你去歐洲那邊就說現在可以用它來派粉色了。不是，現在又說好像不給。是啊，所以你整件事是很難說的，還有你即是去，就算你說派粉色，那匯控是不是真的派回以前的色呢？是不是有錢派先？是啦，是啦，那當然啦，我覺得現在我們投資很多時候這個是一個憧憬啦，所以如果它真的塵埃落定的時候，可能它就反而是跌翻落去啦，咁樣樣。反而而家一路傾緊，我覺得仲有機會即係憧憬上去。咁就我覺得係依個係一個好短期嘅一個 trade 嚟嘅，即係你可能真係搏緊佢係即係升10%咁一隻渦輪咁樣樣。係啊，其實咧，如果根據你哋嗰個人工智能嗰個咧，佢就衝穿咗個阻力位39元嘅咯喎，係衝破咗，即係前日佢衝突咗嘅咯，係啊。好，我哋睇下有冇咩問題啱答先，即係9618咧，睇下先有冇上升趨勢，冇乜上升趨勢，京東佢嫌，不過呢度我哋講咗好多啦，唔講啦，我哋有冇啲冷門啲，909有咩位衝入去好喎？咦，909佢就嚟入咩喎？科指喎。當然我佢就快科指成分股。你問我，我就好想去啲平啲啲36、37嘅，但係我覺得依啲有時你冇乜可能嘅啦。即係老實講，佢依間公司其實響個即係國內嗰、那個物業嗰度，其實個市場嗰、那個龍頭地位都幾穩固嘅。咁同埋而家你話係咪好貴又？其實唔算咯，即係你變咗如果成個科技指數，你好多一啲 cloud company， 即係講緊譬如金蝶啊啲，其實已經係破頂嘅。咁其實佢都仲未破頂。咁我覺得係依啲都係可以去考慮嘅，可以吸納嘅。可以吸納呢只命運啊？係啊，我會咩位？佢唔破頂，我會其實幾出奇咯，嚇！即係你話破唔到之前嗰個42元嗰啲位喎，但係就要回啲先，就36元先買。夠穩陣咁樣樣咯，但係你問我，如果我以正股嚟睇，我而家會開始買噶啦，即係正股開始儲咯，係啊，即係38元就再落2元就仲好。係，再我就先再，即係我會分兩注咁樣買。36元同埋38元可以分注買嘅嚇。藥股咧就問就1093喎，1093依排啲藥股都係弱弱地嘅。藥股始終嗰個係依個研究 premium 啊，佢哋叫即係開始減弱緊啊。點解咧？就因為而家國內好多講緊咧。特別是針對翻即係藥明系啦，即係佢哋覺得藥明系好似而家好似搞資本運作多過係研發喎，因為好多新研發嘅藥咧，發現嗰個嘅即係研發嘅效果就並不比原有嘅藥咧係更好嘅。咁即係研發嚟做乜咧？係咪？咁好多都係 keep 住臨床嘅。咁又唔得，做人就唔可以咁諗嘅。但係即係我哋如果突然之間國內有啲咁嘅風外咧，其實即係成件事就可能大家會收斂啦。咁收斂嘅話，嗰個結果係咩咧？就可能係啲新藥嘅數量啦，會減慢啦，資金嘅流入可能會減慢啦。咁你話石藥其實本身佢係有賣緊自己嘅藥，但係其實佢好大部分個 value 啊，其實都係講緊佢嗰個新研發嗰個嘅藥嗰個嘅價值。咁變咗其實大家會擔心啊，佢裡面嗰個即係水分有幾高咯。咁變咗，我覺得即係成個藥嘅板塊喺近來依個風頭火勢咧，都要大家都小心噶啦。係哦，你位朋友問咧，就857，我都想知啊啦。跟住其實啲油咧升到幾好喎，升升下上到44、45噶啦喎。咁嗱，中石油咧佢就問出現大圓底同埋突破咗上升軌，哇！佢好強喎，呢啲技術分析都。阿Roy 就問係咪代表嗰、那個？走勢轉強就可以有機會上到3元得唔得咧？你哋個阻力位係睇2.84喎。2.84啊？我覺得都即係如果你問我咧，我覺得中石油其實
佢都割破唔到，我又覺得好奇怪。即係你石油價格其實而家已經係即係因為經濟慢慢咁樣復甦，其實應該即係依位朋友所講啦，我覺得都 OK 滾嘅。即係疫苗受惠股。疫苗受惠其中一範嚟嘅，比較現代一少少嘅。啊，咁同埋另外佢亦都即係將一啲資產係賣咗俾阿媽啦，即係嗰啲咩即係遊戲館嗰啲咁嘅管道啦。咁所有業務其實都係慢慢變好嘅。咁點都係比起就係上半年嗰個情況係較好嘅。上半年其實佢係一路 keep 到係即係兩個七啊，依啲最高去到兩個九依啲位咯。應該有機會突破。係啊，所以我覺得係突破係一啲都唔出奇。我覺得應該係要買嘅。係咯，聽日係美國 Thanksgiving Day。股市有市，今晚已經放假啦，係咪啊？星期五就半日市啊，所以咧就係即係我哋可能要網購喎，多啲網購。係啦，如果買開呢、這個納指波輪同埋標普波輪嘅投資者咧，就要注意一下啦。係會唔會點嘅咧？係啦，咁我嘅都會，因為始終佢有個期貨喺亞洲時段交易嘅，咁所以變咗都會開價嘅。咁但係當然例如美股停嘅時候，你話隔晚嗰、那個經濟面方面嘅刺激，相對就會比較缺乏一啲啦。哦，咁佢個反應就會去到聽日半日市就先至知啦。係啦，係啦，咁但係通常我哋亞洲時段開價嘅時候，都係睇翻納指同埋標普嗰個期貨喺亞洲區時段一出嘅時候就有喺度嘅，咁所以變咗開價或者係買物其實就唔需要擔心嘅，唯一就係大家部署啲催化劑嘅時候就叫做少咗一個美股方面嗰個消息啦。係係，好想 set 住提醒我哋啫嚇，咁所以今日個市咧都係呆滯悶告啦，而家只係升幾廿點。喂喂，今日唔該曬兩位啊，幫我哋做節目，咁啊就答咗好多問題，咁希望下次再揾你幫手啦，好冇？唔該曬。下個禮拜 Jim 繼續喺度嘅，聽日嘅節目時間再見啦。唔係喎。未完啦，今日一間咧就有講下呢個多元資產 talk 咧，係講咧呢個海外買樓。今日咧係講加拿大樓市嘅，休息翻嚟咧唔好行開，一間再見嚇。投资牛熊涡轮唔使咁风险嘅，依家用华富牛熊一个 app 就可以睇实个市同即时 trade。华富牛熊系专为牛熊涡轮而设嘅交易平台，集齐资讯、工具同交易功能。佢仲有全港首创嘅 AI 价格模拟器，只要拣选适合嘅价格波幅同手持日数，就可以极速帮你筛选全港爆升牛熊涡轮。它的交易界面特別設有預設金額功能，只要預先儲存指定金額，就可以即時計到你需要買的股數，不用再用計數機慢慢計算了。華富牛熊還有齊即時牛熊渦輪數據，掌握開市動向話咁易啦！只要識揀投資渦輪牛熊都可以又快又簡單。現在登錄華富牛熊 App， 還有和 Direct Sport 聯成的全港最強迎新優惠，首次交易牛熊渦輪賺多少送多少，好像我這隻恆指牛現在賺1000，還即時拿多1000，你還等什麼？
嘅多元資產託，嗱，我哋今日咧就會講下海外樓市嘅投資嘅。呢邊咧就有楊書健 Victor 喺度同我哋一齊傾下啦。嗱，我哋第一站咧就會去到加拿大嘅，不過咧就唔係去我哋耳熟能詳嘅多倫多啊或者温哥華呢啲咁普通啦。Victor， 我哋今次去邊度咧？今次我就想揀卡加利嚟講下啦。點解要揀卡加利呢？一定係有啲著數嘅，所以一陣間 Victor 咧就會詳細同我哋講下噶啦。而除咗我哋喺呢邊之外咧，喺地球的另一邊，我們找多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一下，就會身處在溫哥華的 Rafael 跟我們一起談一下這個溫哥華的樓市。 Hello Hello， 你好。 Hello， 那我們就這個卡加里呢，就講到卡加里就比較三步一點，我們即可能香港很多人有些親戚就在溫哥華或者多倫多，為什麼我們會今次講這個卡加里先呢？其實我想最主要都是我們想講一些二線的城市。卡加里算二線城市咯，算啊，係啊，即係喺温哥華嘅世界嘅話，就係喺加拿大嘅世界嘅話，當然就係温哥華同埋多倫多係兩個經濟重鎮。咁其他啲其實都有唔少嘅，啲唔係細城市嚟嘅喎，都一二百萬人口嘅，咁咧就都有高樓大廈嘅。咁其實都有好幾個依啲城市，咁當然今日我哋就揀卡加里啦。咁但係其實咧，想帶出一個目標咧，就係依啲二線城市其實都係值得睇噶。有佢嘅優點噶嗬，所以嗱，今日我哋有六大問題就要解決佢嘅，譬如話到底卡加里嘅樓市最近係點樣啊，同温哥華點樣比較啊，同埋海外買樓收租咧要留意啲咩地方等等啦。我哋逐點咧就請教兩位嘉賓。嗱，好啦，你又講到咧二線城市有二線城市嘅優點啦，佢唔有咩優點先？係啊，其實咧，我哋好多時候我哋買樓咧，就會發現咧，若果你去海外嘅一線大城市，咁咧就係、是、一就係個樓價會貴啦，當然。咁第二咧就係、是、因為樓價貴咧，咁亦都好多係海外嘅資金，所以咧就會有辣椒啦。咁、香港都有辣椒噶嘛，係啦。咁啊，雖然今日好似話會取消，係琴日會取消啲，咁但係咧。你在海外的話咧，就選擇更加多，因為你一出咗個一線大城市咧，好多時候就會冇依啲限制，咁冇限制啦，咁跟住就係印花税可能係低啲啦，可能係唔存在啦。咁你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依個就係你買嘅時候咧，你嗰個總成本會小咗好多啦。咁即係可能咧有啲特別嘅例子咧，就係、是、可能直情係真係樓價高俾你聽，係嗰個價咧就係、是、大約係嗰個價㗎啦。你可能淨係俾少少律師費啊嗰啲咁就買到㗎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咧。營運嘅時候啦，因為好多時依啲細啲嘅地方咧，咁佢就係用嘅主要階段，佢想吸引人口啦，佢想吸引公司嚟投資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州嗰個咧税咧可能係好低嘅。咁咧依個咧就主要一個原因咧，就因為咧佢哋如果低啲税咧，就可以加埋個生活指數低啲咧，好多時咧就可以每一代咧都吸引到唔少嘅一線城市嘅人入嚟嘅。咁所以對我哋真係我哋投資嘅時候咧，咁有咩好處咧？咁就變咗相對嚟講咧，嗰個租務回報會高咗啦，你會慳咗税啦。有啲情況嘅話，可能甚至乎簡單咗，你個會計都簡單咗咧，咁就會好啦。咁另外最後一個咧，就係我哋去揀嘅時候，當然二線城市就好多啦，即係加拿大你可能數到五。六個咁，澳洲又數到五個咁樣，咁我哋亦都會一啲咧，可能佢係特別有啲增長嘅地方嘅，令到佢增長得快過可能快過佢旁邊嗰個一線城市嘅話咧，咁就可能更加好。咁咪贏咗啦，咁啊嗱，卡加里咧，我哋就真係唔係好熟嘅，不如問下喺加拿大嘅 Rafael 啦，睇下你可唔可以同我哋簡介一下，其實卡加里個地點啊，或者有啲咩特色嘅咧？好啊。咁其實好似頭先阿 Victor 講啦，咁卡加里可能對於一般香港人嚟講就冇温哥華或者多倫多咁熟悉，咁但係其實咧好多人都唔清楚，其實卡加里咧都有好多特別嘅地方，咁同埋佢嘅定位咧都同温哥華咧同埋多倫多咧都可以比拼嘅。咁講翻個地點先啦，咁 Calgary 咧卡加里咧就係喺温哥華嘅東邊，大概係一個鐘頭嘅飛機。咁咧，佢咧就係喺温哥華嘅 B.C. 省隔離個省就叫做阿伯特省 Alberta。咁好多香港人咧就會都
去 Calgary 咧，就個城市就未必去過。咁但係咧，佢哋嘅Calgary 有幾個好出名嘅旅遊景點咧，咁其實好多香港人都會去過。咁就亦都係世界聞名嘅。第一個係 Banff 啦，第二個係 Lake Louise 啦。咁呢一個其實大部分去加拿大旅遊嘅咧，都好大機會會去過呢兩個地方嘅。咁卡加里咧，其實對於一般香港人嚟講，可能就會覺得冇咁出名啦，冇咁大啦，咁同埋天氣可能係比較凍嘅。咁但係其實咧，都好多特別嘅地方，譬如卡加里咧，其實喺全加拿大嚟講咧，係有陽光嘅日子咧，係全加拿大最高嘅。咁反為咧，温哥華咧就係全個加拿大之中咧有陽光嘅日子係最少嘅。咁所以咧，其實我自己就兩邊都走啦。咁但係其實咧，温哥華就冇咁凍，咁但係咧就成日都會落雨，成日都係陰天，有啲似倫敦嘅其實。咁但係卡加里咧，咁可能佢係低比温哥華5-10°C，咁但係咧冬天咧就陽光普照，咁所以咧其實咧感覺上咧都唔係好差嘅啫。咁再講翻少少關於卡加里啦，佢嘅經濟同埋佢個樓市啦，咁其實咧卡加里咧喺過去嘅20-30年咧，其實佢嗰個定位都係一個比較上係一個資源啦，或者係能源啦，或者石油嘅一個重鎮。咁咧，佢哋嗰個叫做農業生產啦，咁就農業啦，咁同埋佢哋嗰個叫做資源嗰個commodity production 或者佢哋嗰個叫做交易咧，都係全國第一嘅。咁然之後，其實係喺基本上過去嗰幾年咧，當然啦，石油業啊或者呢啲天然氣業咧，都嗰個情況唔係話十分之好。咁但係咧，其實嗰個省政府同埋個市政府咧，都喺過去嗰3年咧做一個好大好大嘅改動。就係去增加呢個科技對於呢啲能源業啊資源業嘅投資，咁所以咧其實我哋睇到咧，除咗喺温哥華咧，除咗多倫多之外咧，喺科技業裏邊這個卡加里咧，亦都係喺全國裏邊咧係數一數二嘅。咁然之後咧，我最後咧都想講除咗講樓價之前，都想講一講其實有幾點咧係好多人唔係好清楚嘅。咁係關於卡加里。咁首先咧，其實咧卡加里咧好多人都會知道、就係如果喺全世界嚟講，喺 most livable 嚟講咧，其實係 Calgary 係數一數二嘅。佢嘅排名咧係會高過温哥華，甚至高過多倫多。咁然之後咧喺經濟上咧，其實如果你睇翻過去20年咧，卡加里或者 Alberta 佢嗰個 GDP growth 啦，或者佢個 GDP per capita growth 咧，都係其實咧都遠遠比呢個 BC 省，即係温哥華或者比呢個 Ontario 安大略省嘅多倫多咧為高嘅。咁呢一個咧，其實好多人都話啊，點解會係咁嘅咧？咁其實咧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卡加里其實佢係一個商業嘅重鎮。其實咧加拿大咧有70%嘅加拿大企業嘅總部都會係喺卡加里，就唔係喺温哥華，亦都唔係喺多倫多。咁呢一個咧，其實咧好多人未去過卡加里咧就唔清楚。咁但係一去到卡加里咧，就你會發現咧，其實大部分嘅即係銀行業啊、商業啊、服務業啊、資源啊、石油啊，佢哋嘅所有嗰啲叫做即係企業嘅總部咧，都係喺卡加里。咁呢個咧係全國亦都係第一嘅。咁然之後最後咧有幾樣嘢，我諗係個省政府亦都係對於呢個省係有好大嘅支持，就係咧佢哋對於呢、這個。科技的投資啦，經濟的投資啦，或者他們那個對於教育的投資呢，都是呢其實如果你看回一些數據呢，都是遠遠比溫哥華和多倫多高的。所以呢其實總括來說呢，看到這個城市雖然呢就可能對於亞洲人或者香港人他們的認識也都可能未必夠很高，但是呢如果你看回一些數字一些數據呢，或者其實跟一般的加拿大人說呢，他們就會很清楚其實卡加里是從呢個經濟嘅角度，同埋從呢個投資嘅角度咧，都會有一個非常之正面嘅評價。
啫，我突然間醒起，我以前都去過 Banff， 即係非常之靚啊！嗰、個湖啊，嗰啲景色好靚啦嚇。希望都有機會再去，個疫情快啲完成、完咗，咁我哋可以再試下去加拿大旅行啦嚇。好啦，嗱，講到呢、這個即係加拿大卡加里咧，就阿 Raphael 就解釋得好詳細啦嚇。咁、而好啦，我哋講到呢一個咧温哥華同多倫多啦，其實個樓價上面係點樣比較嘅咧？其實呢溫哥華和多倫多呢他們的樓價呢就是 在過去的二十年呢其實是、升值了很多的、當然啦其實、加拿大是一個、加拿大是非常之接受這個、移民和一個非常之開放移民的一個政策在這裡所以呢其實、在過去的二十年呢加拿大是在全球的地方不是只是中國或者亞洲其實在過去的二十年、很有趣的以前我們會覺得很多人呢不會去加拿大移民因為加拿大很冷、加拿大找不到工作但是呢其實過去二十年是完全一個很根本性的變化除了即是中國或者亞洲的移民之外我們都看到加拿大是有很多印度的移民很多、新興國家的、例如越南啊東南亞的人去移民菲律賓一個菲律賓而家係菲律賓和印度其實是呢兩個 ethnic group 入去加拿大最多的一個民族喺度。咁然之後，除咗呢個亞洲之外咧，其實我哋亦都睇到咧喺歐洲啦，或者南美咧，亦都有好多人移民去加拿大。其實呢個咧以前咧好多人都唔係好相信，因為南美嗰啲人點會去即係點會去加拿大嘅咧咁凍。咁但係咧，其實喺過去嗰三五年咧，尤其是即係加拿大採取一個非常之開放嘅移民政策，咁所以咧亦都係令到即係嗰個人口增長係好高。咁我哋講翻樓價啦，其實樓價主要就係一個即係人口增長啦，或者係一個即係經濟嘅增長，一個收入嘅增長去支持嘅一個情況。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喺一個人口增長每年都會有2-3% 嘅地方，再加上佢哋嘅即係國內生產總值，其實平均都會有。即係2-3%，咁喺一啲發達中國家，已發達嘅國家嚟講，其實就已經係做得相當之好嘅。咁所以講翻樓價啦，咁溫哥華同多倫多咧嘅樓價咧，其實就升咗好多好多嘅。咁咧呢個亦都係反映咗頭先我所講嘅正面因素啦。咁至於咧卡加里咧，其實卡加里因為喺始終都係仲係一個二線嘅城市啦，咁所以咧其實佢樓價咧係相對上係比較平穩嘅。咁同埋仲有一個好大嘅原因係令到其實點解溫哥華同多倫多樓價升得咁急，而呢個卡加里或者呢個 Alberta 嘅增長係冇咁迅速咧？其實最主要嘅原因咧，其實喺阿伯特呢個 Alberta 省咧，佢哋係好注重呢個叫做市場嘅供求嘅。佢哋覺得咧即係一個佢哋個省佢哋個經濟嘅措施咧。或者他們的計劃呢是絕對不希望呢一個高的生活成本呢去影響到一些、企業啦或者一些、新移民啦 去那裡投資或者去那裡置業或者去那裡、做生意的所以呢其實呢阿伯特省呢如果你說、就是、房屋的、供應呢其實呢是相對上呢是比較寬鬆的咁就亦都因為佢嗰個地理嗰個情況啦，因為即係卡加里其實就一個大平原嚟嘅啫。咁反為譬如多倫多其實南邊會係一個湖啦。咁然之後温哥華其實就係基本上係冇一個平原。咁所以咧，其實呢啲所有嘅因素之下咧，我哋睇到咧卡加里嗰個樓價咧係即係過去嗰十幾二十年咧就係好平穩咁發展。咁當然咧，我哋就會覺得咧，其實喺而家。一個相對睇翻呢個價格嗰個比較之下咧，我哋會覺得即係 Calgary 嗰個投資或者佢嗰、那個樓價嗰個潛力，就相對上就會我哋會覺得比起溫哥華或者多倫多過去二十年升咗咁多嘅情況之下，我哋會覺得佢嘅直播率係比較高。咁而家係比較低税一啲啦 ，Victor。咁其實同即係會唔會政府所以鼓勵一啲海外投資，會令到佢個限購啊，或者即係或者吸引海外投資會多一啲嘅措施，不方便我哋咧？
係啊，其實我諗尤其是二線城市依一個是一個重點啦。咁啊，你睇到點解一線城市有限購令咧？咁你就係依張圖都仲可以講嘅。咁你見到廿年之前咧，其實13年之前就卡加利同多倫多嗰個平均樓價係差唔多嘅。咁跟住多倫多就因為佢係一線城市東部個經濟重鎮，咁各種原因咧就佢你見到依十幾年咧就上咗一倍。咁所以咧就變咗咧有。冇辣椒啦，咁阿伯特省就冇辣椒嘅。咁另外一樣嘢就拉翻開啲啦。咁其實咧，加拿大啊，或者拉埋澳洲講都一樣嘅。依兩個國家咧，佢哋嗰個成個經濟增長嘅策略咧，其中一樣好緊要嘅就係都係想做移民國家，即係佢哋係希望一路吸引移民入嚟。咁咧，你見到加拿大政府早兩三個禮拜，其實我哋香港人可能好熟悉啦，即係佢公布咗嗰個移民方案，就係好有優惠對香港畢業嘅小朋友啦。咁但係嗰個政策嘅背景咧，其實咧就係咧，佢啱啱又加咗佢個移民嘅 quota 啦。佢未來三年咧，每年咧就會批40万個移民嘅。咁就依個又高過前兩年嗰個目標啦，前2018年、2019年嘅時候都係30头万嘅啫。咁點解佢會咁做呢？其實咧，你睇翻佢個國策咧，佢係而家係希望去到2100年咧，加拿大會由而家3000美，差唔多4000万人咧，就最少升到7500万人口。有啲智庫甚至乎寫出嚟咧，係啊，佢哋全部都係㗎。咁有智庫甚至乎話希望做到1亿。咁咧就澳洲都係一樣嘅，依個就係證明唔係加拿大係唯一嘅。澳洲咧就係而家係2500万人，佢都係希望去到2050年咧就去到4000万人口。咁所以依兩個國家咧，加拿大咧，同澳洲咧，佢哋嗰個國策就係一路要吸引人入嚟，咁一路吸引移民入嚟咧，其實一路對個住屋都會有需求嘅。另外再緊要啲嘅咧，就係依兩個地方咧，都係有兩個一線大城市，就其實都幾擠迫下㗎啦。咁尤其是用鬼佬個 standard 咧，就更加覺得會係都幾逼太逼啦。係啦，所以佢哋做到嘅話咧，佢哋都會希望你去發展佢哋第三、第四、第五嘅。咁卡加利咧喺加拿大就絕對屬於依個受惠嘅一群咯。咁所以咧就係、是另外亦都牽涉到咧，就依、是、個係有位專營海外樓盤嘅前輩嘅一路講嗰句，唔係你嚟嘅，唔係我講嘅、啊。雖然我寫就偷咗佢 idea 寫咗好多篇文，咁咧佢咧就寫話佢講咧就話咧，其實二線城市另外一樣嘢就係所謂嘅單一引擎論啊，就係講緊佢都好大嘅大城市，就算香港我哋自己都係嘅。我哋點解經濟增長其實有幾個唔同嘅 factor 咁啊？即係同一時間你可以係香港嘅話，就可以係因為金融制度做得好啦，股市大漲啦，地產啦，之前旅遊啦，咁變咗就係、是、好多唔同嘅因素。咁但係咧，若果你係單一嘅引擎咧就講緊話咧，二線城市咧好多時佢簡單好多嘅。咁卡加利咧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即係佢咧其實佢就喺阿伯特省一個產油嘅省，咁所以稅率低啲，但係佢又喺温哥華附近，咁所以其中一個佢最主要咧都係要成為咧就係、是、一個佢唔要取代温哥華，但係佢就想將温哥華要唔到嘅嘢咧，佢全部都要曬翻嚟。咁呢個就為之啊，依個單一引擎論。好嗱，咁我哋咧就又解釋咗點解嚇卡加里嗰、那個購買限制會少過一線城市啦。好啦，我哋都知道噶啦，温哥華咧或者即係多倫多等等咧，加拿大嘅樓咧分幾種嘅嚇，獨立屋啊、排屋等等啦。咁其實仲有啲乜嘢分類嘅咧？係啦，其實咧喺當地買樓咧或者當地嘅住宅咧就分三層嘅。第一層咧就係、是、獨立屋啦，咁香港嘅話你就講緊可能係真係九龍塘啊，或者赤柱啊嗰啲咧，即係佢四埲牆都係自己嘅，咁嗰啲就叫做獨立屋。咁另外一個極端當然就係高層大廈啦，咁我哋香港最熟悉嘅咧，大部分人都係住嗰啲，咁就係一棟大廈裡面俾個分個單位俾你，咁裡面可以再細分嘅，有啲就係、是通常喺美加嘅英文咧 condo 咧就係、是、賣得出嚟嘅。apartment 咧就係、是、有個大業主揸住成棟淨係租嘅，咁、中間零零舍舍咧就係、是、有一啲叫做排屋，就而家上嗰啲啦，係啦，咁咧、你見到咧，其實佢都係喺塊別墅地嗰度嘅，咁咧佢亦都係咁樣低層嘅，咁每一户咧都有自己嗰個門口入去，咁所以感覺上咧你都好似住獨立屋咁，咁但係咧就你有兩埲牆咧就同隔離屋 share 啦。
咁呢啲就為止係排屋。咁排屋咧就會係好過 condo 啦，因為始終你都係一個低密度嘅選擇，你始終都係有少少後院。你依個例子嘅話，你可能同四五家人就分個後院啊嗰啲咁嘅嘢。咁咧另外咧，所以咧佢就有少少係好似單獨屋咁樣，咁你都個私隱度係高嘅，但係又相對單獨屋嘅話咧，就慳好多地方啦。咁所以變咗咧，就個價錢就會平啲咯。係好哇！咁我哋咧，如果買樓即係移民呢件事啦，如果海外買樓收租，又通常要計啲咩成本嘅咧？係啦，大約咧就係依一個就係比較 general 嘅咁咧，但係大約其實大家都要諗嘅就係依啲嘢。首先租金入咗嚟咧，就第一件事你就要交物業税啊、銷售税啊嗰啲，因為嗰啲係政府一定收嘅嘢噶嘛。咁然之後咧，嗰、那個之後咧，香港嘅話就係變咗差餉啦嗰樣。咁之後嘅話就係大廈嘅管理費。咁若果你係海外嘅樓盤咧，好多時你人唔喺嗰度，你又未必喺嗰度有親戚可以幫你做嘅話，咁你就可能要揾人去代管咧，幫你去租啦，少少嗰啲服務租客嗰啲嘢啦，咁有個代管嘅服務費啦。咁然之後你就減翻其他啲就係 long term 啲嘅成本啦，即係你如果簽張租約嘅，你要俾咗嗰個俾啲 agent 嘅，咁你要嗰度有少少錢啦。如果你裝修嗰度你要計翻啦，咁剩翻嗰個就係租金收入。咁所以咧就係買樓之前，我諗最緊要睇清楚嘅咧就係當地嗰個銷售税點計、物業税點計，同埋咧你點樣租翻出去，依啲就最緊要嘅。咁喺卡加利嘅話咧，因為銷售税低咧，佢冇省嘅銷售税啦，咁所以咧就嗰一方面係會平咗嘅。係啦，嗱咁至於咧就點樣管理呢出租單位咧？嗱，因為時間關係，我哋今集就講唔到，但係下次再揾兩位咧，同我哋一齊傾下點樣管理下海外嘅收租物業啦，有啲乜嘢Tips 可以俾我哋啊嚇，今日咧唔該曬咧，阿 Raphael 咧喺温哥華幫我哋嘅連線啦，提供咗資訊。下個禮拜咧都會繼續有兩位同我哋做節目嘅嚇，講下咧有關於美股嘅喎，咁啊所以咧觀眾就唔好行開啦。但係咧 ，Victor， 如果咧我哋想知道多一啲嘅有關於加拿大卡加利排屋嘅資訊咧，可以聽多啲嘢嘅喎。係啊，其實我哋禮拜六日咧都會有個展銷會，咁咧就喺灣仔嘅。咁咧就你見到呢度有 QR code 啦，你可以咧就scan 咧就可以睇到多啲資料㗎啦。係好，咁啊今日咧唔該曬兩位啦，下個禮拜就同大家見面，拜拜。拜拜。拜拜。